最开始呢是因为这个长桥西这一片我们觉得太美了，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乌托邦，对，所以我们才拿了这个房子。那拿了这个房子之后呢，我们其实是想做一个女性主题的一个艺术的生活馆，对，就跟美好生活相关的这一些，有花艺啊，有美食啊，有很多的课程，然后还有很多的展览。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网红小姐姐，就可能店里面你随便看到一个客人，她可能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粉丝的这种博主啊之类的。这边的景都特别好看，是特别适合拍照片，然后装修也很有自己的特色，这种白白净净的就很有那种 ins 风，反正就是网红必备打卡地吧。从复工以后整体的状况还是很好的，现在基本上每天大概也要接待100人左右。因为我们自己很喜欢，其实生活就应该是贴近自然的嘛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会端一些咖啡啊甜品啊一些东西，我们自己会到湖边去拍。那可能大家真的对美都是有共性的啊，所以说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客人会搬到湖边去拍照，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。